我们期待疫情赶快过后，经济要复苏，那我们希望重视台湾的外销，那么也重视美国的市场跟技术，所以我们希望跟台美的 TIFA 能够尽快来谈。那同时我们跟在台的美国商会啊也有联系，这个月底以前会面会谈。我今天请郑主委来说明政府的立场，希望业界怎么来配合。